2017年5月20日上午，一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来到了陕西省潼关县公安局四支派出所寻求帮助。这个报案人陈某说，他的一个女性朋友失踪多日，从15日的下午开始，一直就电话无法接通，发短信不回，微信也不回。然后我们首先对这个报案人进行了简单的询问，询问他这个失踪人员跟他的关系。 这个报案人陈某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他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最后，在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情况下，他告诉我们他们属于同居关系。前来报警的这名陈姓男子是四川人，长期在潼关县打工。他求助警方索要寻找的女朋友姓刘，两个人交往时间不长。陈某向警方反映，他与失踪的刘某平时租住在潼关县天井苑小区。陈某说， 5月12日，他去外地出差了，一直没在家中。这几天他说有事去了山西，他一直在山西。他给这个他的女友刘某打电话，一直也打不通，他也没有什么起疑心。然后到了5月的19号，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把房子门打开之后，发现什么都好着呢，也没事儿。然后他就开门进去，开门进去他看了一会儿电视，据他说他看了3个多小时电视，然后 给这个刘某又打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刚开始陈某以为女友刘某去外地旅游了，所以并没有想太多。据他讲，在5月初，这个刘某告诉他准备到云南去玩一趟，他开始也就没有在意这些事情。直到20号的时候，他在收拾家里、打扫家里卫生的时候，他才发现刘某如果说是出去玩的话，他会带一些换洗的衣服跟化妆品，结果这些东西全部在家里放着，没有拿走。 当时他一看，那些他平时出去，原来应该带的化妆品啦、什么东西啊，又没带，就是比较反常，不像那个出远门的样子。但是后来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是发现你的穿的那个拖鞋，拖鞋上是有血迹的，所以他就是想女朋友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他就是来派出所来报案了。 失踪的这个女人名叫刘亚娥，西安临潼人。2015年离婚，她有一个12岁的儿子。刘亚娥没有固定职业，2015年离婚之后，她购买了一辆面包车用来拉客赚钱。但是，刘亚娥失踪之后，她的面包车一直停放在小区里，她的男友还发现，她家中的拖鞋上沾有血迹。这种种迹象表明，刘亚娥极有可能遭遇了不测。 接到报警后，潼关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女子突然失联，四处寻找，杳无音讯。人不见了，屋里还有血嘞，这很可疑。调查走访，实地勘验，案发现场疑点重重。这个现场 应该是经过破坏的，和这个伪装的这个现场。消失的包裹，一线正在播出。2017年5月20日中午，潼关警方派出民警前往刘女士的家中进行调查。接到报警以后，开始怀疑这是案子，所以我就派警务员，然后咱民警 分两楼，一楼基本上全到他那出租房那边去勘查。防卫照。根据追接嫌疑犯了。根据追接。哦，物流瑕疵。技术员在室内的地面上提取到了几枚足迹，经过比对，都是陈某当天回家时留下的。在对刘女士居住的卧室进行勘查时，警方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我翻过去，把那上的类似血迹。 警方在对床下进行勘查时，再次发现了血迹。你好。
报，你看，床底下盆栽血迹，方向很明显，一直从那头向这头。在主卧室床底下发现了少量的喷溅血迹，然后在主卧室的这个单人沙发下，发现了一只带血的拖鞋。据陈某说，这只拖鞋就是刘女士平时在家里所穿的。与此同时，警方又在室内发现多处地方都留有血迹。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现场仔细的再进行这个勘查，结果在发现这个墙上的这个画上也有少量的血迹。刘女士突然失踪，室内发现了多处血迹，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在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在卧室的这面墙壁上，大面积的墙皮被人为进行了铲除，清理过擦的墙皮的痕迹是吧？嗯，还有这块很明显，看，对吧？那都是，这个区域明显是擦过的痕迹，这么大，很明显，这几个点，对吧？相机到这照一下。因为墙上有好多就是看起来就像用这个铲子之类的东西铲掉的这个痕迹，就是说是我们的分析，就是墙上沾的大量的血迹被应该说被嫌疑人当时把这个墙上这个血迹全部给铲掉了。通过现场勘查，警方推断失踪的刘女士极有可能是在她的卧室里受到了侵害，这间卧室应该就是第一现场，并且嫌疑人对屋内进行了清理。这个室内现场从这个墙两米以二的位置有盆栽血迹，那么这个血为什么这么高，说明受害人当时在站立位受到了侵害，这个血位很高，在床底下沙发间血量很大。这个房间虽然被处理过，但是从墙上血这个高度还有地面上血打扫过以后留下的痕迹，那个轮廓我们推算血量非常大，因为他处理了这么大量的血迹以后，那个痕迹轮廓还在，还能看到。受害人能出这么多血，如果不及时救治，就有生命的危险。根据这一情况，潼关警方立即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迅速成立了520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了侦查工作。我们成立专案组，对这个现场再重新进行仔细的勘查，然后在主卧室的门口有一个鞋架，在鞋架的下方最底层边框上发现了少量的喷溅血迹，然后我们在鞋架上发现了一卷透明胶带，几乎是用完的一个透明胶带，这个透明胶带纸的内壁发现了大量的血迹。在勘查的期间，我们也不停地在对这个陈某进行询问，陈某他在这个房子里待了一天，他对房间也进，而且在房间里也没有发现这个其他人的一些指纹了足迹了，只能找到陈某的一些头发和足迹，还有一些指纹。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就是我们就重视这个事情啊，因为这可能不是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什么女人什么出走了这类的事情。我们首先对这个报案那个男的进行了审查。报案人姓陈，这是个四川人，他背着四川老家里边还有媳妇有娃嘞，他俩属于同居关系，因为他跟这个女的同居的过程中。人不见了，屋里还有血嘞，这很可疑，所以咱调查过程中还分析是不是他这弄上事情了，给咱转移视线嘞，对他也进行了深入的排查。通过调查，警方证实了在刘女士失踪的这段时间，陈某的确在山西出差。经过审查以后哈，他应该还是不具备那个作案的时间。证实他的话是真的，所以把这个报案人的嫌疑排除了。陈某的嫌疑被排除后，专案组立即调取了该小区所有的监控视频，查找线索，同时对整栋楼的住户逐一进行走访，各家各户进行走访，就是在这期间有没有听到过有打斗的声音，或者说女性呼救的声音。经过询问也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据我们调查了解，刘某的社会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这个刘某他自己有一辆面包车，还有个车，他平时的生活就是靠这个车拉个人挣下钱，然后平时就和这个报案人平时在那儿居住着，在这个小区
小区有个麻将馆，就是他平时喜欢打麻将。在走访的同时，侦查员还调取了刘女士的通话记录，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话号码。我们首先把这个刘洋的电话，他手机通话也调出来，就是看他就是失踪前哈，那最后那几个电话是谁打的。结果发现，这个刘某的通话记录在2017年的5月15日之后没有任何的通话记录，只有在15号当天有6个通话记录，一个是他的牌友打的电话，一个是送外卖的打的电话，一个是孩子的老师给他打了个电话，一个是他的那个男友，就是我们的这个报案人陈某给他打了个电话，还有他的房东给他打了个电话，最后还有一个是一个陌生号码，不知道是谁的电话，而且这个号码的注册地是上海，显示的是一个上海的电话，上海的一个电话号码，但是这个电话是关机状态。警方对这6个手机号码的持机人逐一进行了走访，唯独上海的号码始终处于关机状态，专案组立即对这个号码展开了调查。后来调了以后呢，发现这个机主的名字叫赵伟峰。我们在进一步了解以后呢，这个发现这个赵伟峰，竟然就是这个刘雅娥的前夫。刘女士的失踪是否与前夫赵伟峰有关？警方立即对赵伟峰展开了调查。赵伟峰其实咱通过调查以后还没有发现他有啥前科乱七，人还是个很老实的人，很本分个人。他们两个人是在2015年的6月份已经离婚了，他俩还有一个12岁的孩子，现在一直在潼关的一个寄宿学校上学。离婚以后，这个赵伟峰一直在外地打工，在上海、在苏州等地一直打工，只是平时过年过节会回来一下。经查，赵伟峰每次回来都会去前妻家中看望孩子，并且偶尔也会去学校给儿子开家长会。据我们到学校找孩子的班主任了解情况，平时一般是周一到周五孩子在学校寄宿上学，只有周六周天在家里，平时是由孩子的母亲，就是失踪人刘某接孩子。结果就是在5月19日下午放学接孩子的时候，是由孩子的姑姑将孩子接走的。根据这一情况，警方立即找到了孩子的姑姑。那就先来了解个情况，这一星期五的时候是你去学校接的你侄子？对。我兄弟跟我打电话的，说是他跟他媳妇有事情的，让我去帮他接个娃。他这个打电话时候除了说接我这事情，还有没有说其他事情？没有。他这两天有没有回家？他平时很忙，很少回来。你知道他有啥事了吗？也没有啥事，就向他了解个情况。你是这样，如果这两天他回来的话，你就给派出所打个电话啊，到时候我加上了解个情况啊。那就是这样啊。好，谢谢你啊。失踪的刘亚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她的前夫赵伟峰打来的，目前两个人都已不知去向，电话也都关机了。长期在外打工的赵伟峰为何会突然打电话委托他的姐姐去学校接孩子呢？警方在刘女士的住处发现了大量血迹，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切只有找到赵伟峰才能够得到答案。此时负责调取小区监控视频的民警发现了一段令人震惊的影像画面。视频侦查出现端倪，一段可疑的画面映入眼帘，用被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的一个像一个人的形状的东西扛下去。消失的包裹，一线正在播出。专案组将该小区所有的监控视频进行了调取，在刘女士居住的单元门口，侦查员发现了赵伟峰的身影。发现在2017年的5月15日0时14分，这个失踪人刘某的前夫赵伟峰带了两名陌生男性前往盖楼栋，大半夜的三个人上楼了。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我们就对这个赵伟峰的嫌疑又进一步的加大了，所以我们继续对这个视频进行查看。在1时20分，三人又一同出来了。我们就在想，大半夜的三名男子跑到这个楼栋干什么去了？他们有什么目的？跟这个刘某的失踪有什么关系？根据这段影像画面，警方立即对这两名陌生男子展开了调查。通过我们调查，当天晚上和赵伟峰随行的这两名男子是赵伟峰的表弟，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传唤。你和赵伟峰什么关系？
赵永峰说：“表哥，您最近有没有见过？有，什么时间？5月15日凌晨，干什么去了？去找他前妻算一些账目。你们到他前妻家里，说家里有几个人？一个人，就表哥赵永峰的前妻一个人，就在他一个人在家里。对，你们到那儿大概待了多长时间？一个多小时啊。你们待是一个小时里，在家里都说了些什么？”就主要就是说一些房租的问题，还有车贷，还有就是孩子的抚养问题。他们在这期间有没有发生过争吵和厮打？有发生争吵，但是没有厮打。从这之后，你有没有见过赵永峰？没有。有没有电话联系？也没有。以上所讲是否属实？属实。这个表弟给我们说，他们说完事情了以后，他们就分手了。赵永峰就走了。至于说赵永峰去了哪里？他也没再联系赵伟峰，也没联系过他，他也没再联系赵伟峰。赵伟峰在深夜突然带着两个表弟去前妻家中清算离婚后的债务问题，警方推断，这与反常女士的失踪一定有着很大的关系。专案组要求继续对小区内的视频监控进行查看，侦查员在该小区的另一个视频监控中再次发现了赵伟峰的身影。发现2017年5月15日下午。这个赵伟峰穿了一个红色的外套，里头穿白色 T 恤，然后一个人又一次来到他前妻家，14时23分走进了楼栋。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对这个楼栋口的这个视频紧紧地盯着，然后直到那个晚上8点多的时候他才出来。出来的时候这衣服换了一件横条的一个衣服。顺着赵伟峰行走的路线，侦查员立即对其进行追踪，然后我们沿着监控一直在看，赵伟峰一个人左手上掂了一个塑料袋，不知道袋子里装的什么，反正看着鼓鼓的。赵伟峰往小区门口的方向走，直到他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大门口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监控摄像头拍了给他一个正脸。这个他中午进去的时候啊，他穿的是一件红色的外套，里边是个白 T 恤，现在换了一个横条纹的蓝白相间的衣服，而且他这个神态这个样子哈，就是很就紧张的样子。所以说我们下午在走访中的时候，调查的时候，把他的轨迹哈都调查清楚。赵伟峰走出小区后，我们在外围监控中继续找他的身影，也没有找到。但是，仅过了3-5分钟，就发现了。这个失踪人刘某名下的这辆车又驶入小区。我们继续对车辆进行观察，赵伟峰驾驶他前妻的这个面包车顺着小区的路又返回到单元门口。从监控中能看到，他将车停在了单元门口，然后是赵伟峰，他独自一个人从车上走了下来。这个赵伟峰向两边左右两边望了望，然后又走进楼栋。那会儿显示赵伟峰神情比较紧张。上楼以后，又在8点51分的时候，他是扛着一个用被子包裹的哈严严实实的一个像一个人的形状的东西，他肩膀上扛下去。他把那个东西扛下去以后哈，先放到那个。旁边那个草丛旁边先放到那儿，然后把车门子打后门打开，然后再放上去。这个时候就旁边就能看见哈，就是有几个人在周围出现过。后来我们还找了那几个人，让提供当场的情况。他们说当时就这样一个人扛东西放车上去，这当时还下着雨呢，他们也没太注意这个情况。我们对这个画面进行了反复的回放和反复的观看。赵伟峰背了一个用被褥包裹的一个疑似人形的一个物体，物体上好像用透明胶带缠的有缠绕的痕迹，我们就很诧异，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会儿8点多，小区里人来人往的，难道他真的敢背一个尸体出来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视频的情况啊，大家看，这是犯罪嫌疑人，这个是个人形状的东西，他用被子包裹得很严实。然后外边哈用什么缠着的啊？根据我们的现场情况，现场勘查情况看哈，
他有没有用完的胶带纸，应该是用胶带纸把这个包裹起来的。而且我们结合现场情况看啊，这个反映当时受害者出血量比较大，出血量比较大啊，这说明哈，我们受害者凶多吉少，同时也说明哈，嫌疑人这个倒好现场的时候他不是很彻底的啊，所以说我们要抓紧办案时间，争取找到受害人。我们继续对这个楼洞口的视频进行查看，这个赵伟峰他将这个人形物体放到了旁边绿化带上，将车门打开，将这个人形物体塞到了车的中间那一排座椅上，然后又跑到右边将车门打开，把这个物体往上拽了拽，然后将两边的车门一同关上。由于当天有点下雨，且那个视频不是很清晰，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画面。这个时候赵伟峰然后拉开驾驶室的门，坐上车，开着这辆车驶离了小区。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就说嫌疑非常大，嫌疑非常大以后，我们就围绕这条线索，然后就调取小区周围路段的所有的这个视频监控，然后我们通过他的车辆的轨迹，就发现他从小区出来之后，然后左拐，通过我们的310国道，然后到了双桥大街。我们沿着这条国道上的监控一直在追查，一直追查到尚德路上的一个加油站。我们对加油站的视频也进行了调取，在加油站发现了赵伟峰驾驶的这辆他前妻的车在加油站加了点汽油，且那一会儿加油站内只有他一个车在加油，他迅速下车以后，那会儿刚好走过来一个工作人员准备给他的车进行加油。我们看了加油站视频了以后哈，就发现他加油的时候哈，他那个有意识哈，用身体和手哈就挡着那个车的玻璃。大家看看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调查视频监控的时候，沿途视频监控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哈开着这辆车辆，在我们城北桥和加油站加一次油。你看，这是加油工，这是那个嫌疑人，他这个手哈是拄在这个车顶上，他就是挡住哈加油工的视线啊。这说明这个受害人哈当时应该在这个车上。下步我们就是要去用这辆车的踪迹啊，找到这辆车，然后找到嫌疑人。视频显示，2017年5月15日晚上8:54，嫌疑人赵伟峰给车辆加完油之后，便驾车迅速驶离了加油站。赵伟峰从加油站加完油出来以后，沿着310国道继续向西走了。我们就顺着这辆车继续查，继续看。他这个车到底去了哪里，一直行驶到高桥路口那块是个三叉路口，这个赵伟峰沿着那条乡间小路，然后驾驶这辆车继续向西走了。从那一块以后，我们的监控就丢失了他的那个行动轨迹了。赵伟峰驾车拉着这个可疑的人形包裹做什么？车辆又消失在了人烟稀少且监控缺失的乡间小道，种种迹象表明刘亚娥很可能凶多吉少。然而根据专案组的调查，嫌疑人赵伟峰平时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没有任何的前科劣迹，他和刘亚娥离婚也有2年之久。如果赵伟峰真的要加害前妻，那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潼关警方争分夺秒，全力搜寻侦破线索。在潼关的城区进行这个地毯式的这个搜查。消失的包裹，一线继续播出。此时专案组扩大了视频侦查的范围，多名侦查员继续沿嫌疑车辆的轨迹进行查找，最终再次发现了赵伟峰驾驶的这辆面包车。我们继续对这个视频进行查看，在2:50左右，
我们发现城区的一些视频陆陆续续出现了这辆车的身影，然后总体的一个反应方向就是这个车往小区方向走了。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追踪这个车辆，但是他在档案上发现这个周卫峰把车又送回来了，就是他收回这个车辆，根据他监控调查，凌晨3点左右他把那个车又开回来放到小区门口。赵伟峰驾驶着这辆车又回到了小区门口，将车停在了小区大门的南侧。从监控中继续能看到是赵伟峰从车上下来了。由于小区人行道的那个大门已经关闭了，他是从两个拦车杆的中间硬挤着钻进了小区内，然后一路返回他前妻的家中。然后我们侦查员就在想，赵伟峰8点多背了个人形包裹出去以后，这么长时间一直到凌晨3点他才返回到小区，他这么长时间都干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人形包裹在哪里。带着疑问，侦查员继续对视频进行查看。5月16日凌晨3点09分，赵伟峰再次返回了刘女士的家中，然后一直到4点20分左右，他独自一个人又掂了个塑料袋，从楼洞里走出来。出来的时候哈，又拿个袋子，袋子里边装了一些什么东西。手提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当时怀疑哈，因为现场那个血迹比较多，这会不会是作案的时候哈，他穿的那些衣服？沾了很多血迹，他要把那给提走。赵伟峰凌晨4点22分左右，然后出来的时候也是从两个挡车杆之间挤出小区的，从这之后然后走出小区，然后失去了行踪。专案组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抓捕工作随即展开。然而警方是在5月20日才接到的报警，此时距离案发已经整整过去了5天的时间。已经过了5天时间了，他应该有很长的时间来逃跑。这个时候我们就动用各种力量，想用各种办法去找赵伟峰，目前在什么地方。我们查了那个火车了、汽车了，他到底有没有外出。经过工作以后发现赵伟峰没有外出的记录，说明他这个在我们本地哈窝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经查，赵伟峰近期没有外出记录，但家中的大门一直紧锁，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通过走访，警方了解到赵伟峰离婚前曾在潼关县城的一个矿山上打过工。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山里边打工，他一个是对山里边的环境包括人员都比较熟悉。最后没牌走访，他应该在山上矿区，侦查人员在矿区附近细致没牌查出来，他在跟着工人在一块汇聚着。2017年5月21日凌晨，专案组在矿区的一处工棚内将赵伟峰成功抓获。就我们抓他一点反抗也没有，就只是不说话，表情嘛很沉重。押解途中，赵伟峰交代他已经将前妻杀害了。确实也后悔。审讯中，赵伟峰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在一番耐心的开导后，赵伟峰才开了口。他说自己原本很爱他的妻子，之所以在2015年离婚，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令他难以启齿的事情。他跟这个刘某离婚，是因为刘某在离婚前跟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两人在一块有染。我们两个关系那么好，以前经常在一起喝酒，都做出这种事，后来一直都真的都没联系。赵伟峰说，正是因为这件事，他才和刘女士离了婚，之后便独自一个人去上海打工了。但是他在和刘女士离婚时，彼此之间还有一个约定。因为当时想着孩子年龄小，为了孩子的成长，所以约定的是离婚不离家。虽然说是离婚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家，毕竟有小孩嘛。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说的。你跟他不是2015年就协议离婚了？对，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对，外界知道吗？不知道。赵伟峰说，离婚后他在上海打工的2年多时间里，前妻和儿子所有的生活费用都是由他支付的。
每个月大概给他打多少钱？挣得多了，反正最多4000多块钱也打过，2000块钱也打过，3000也打过，反正没低于过2000块钱。面包车还是赵卫峰买的，他出资买好这个车，等买了车以后，一直叫他这个前妻用着。就这样，赵卫峰和刘女士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关系。然而，今年的5月初，双方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他就是在外地打工期间，听说一些流言蜚语，他回来以后也得到了验证。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发现情况有点确实不对，家里边经常有男人的东西。赵卫峰说，5月15日凌晨，他带着两名表弟去和前妻算账，要求刘女士归还2年来他从上海每月打回家中的生活费。当晚，刘女士写了一张24000元的欠条，并承诺第二天就还钱。那张条子，他也给我签的字，那是家里边也有那个印泥嘛。我也让他按照自己。赵伟峰交代，5月15日下午，他便前往家中找刘女士要钱，但刘女士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就是说，就是还想和我商量，把这个婚姻继续保持下去。他说我现在当时那会儿肯定是不会答应的。赵伟峰说，当天下午他和刘女士在家中再次发生了争吵，然后就是我们在厮打的过程的时候，他也是说激怒我，骂着我。由于争吵过激，他起了杀心，在厨房掂了一把菜刀，将刘某杀害。杀害后，他将刘某用床上的褥子、被子跟床单，还有床底下的一个海绵，将刘某的这个尸体进行了包裹。我就把他背下去，装在车里面，就把他拉在那个黄河边上去。赵伟峰交代，当晚他驾车直接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黄河边，随后将尸体进行了焚烧。这个嫌疑人赵伟峰把他媳妇杀害以后，用他的校车从校区拉过来，放到这一块进行焚烧。现在咱们在还能看到焚烧过的这个轮廓痕迹。我们的技术员在这个地方起到了未烧完的骨头碎片，但是据嫌疑人交代，他把剩下的东西跑到前面那个河里面去了。根据赵伟峰的指认，专案组聘请了专业的打捞人员，连续一周对下游方向进行打捞，但始终没有任何发现。打捞的难度很大，最终也没有打捞出来。但是咱在非死现场提取的组织，通过技术鉴定，已经确认就是受害人刘某。所以这个过程也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能锁定他就是这个嫌疑人。证据面前，赵伟峰承认了杀害前妻的事实，并且将现场的血迹进行了清理。这墙面上的这些痕迹都是你刮过的？啊，这是刀，这是刀刮，都是拿刀刮的。啊，小的时候是拿着指甲，小的拿指甲刮。大片的就是拿刀刮。对，那个刀是就是砍刘亚娥的那个刀，对，对就是尾巴刀，还是拿尾巴刀刮的？啊，这起案件的这个快速这个侦破啊，及时消除了群众这个恐慌心理啊。从这个案件也能说明，我们潼关公安这支队伍能打硬仗，能打胜仗。那也是太冲动了，就是说杀人偿命吧，我也是这种想法。一个曾经完整的家庭最终毁于一旦。赵伟峰说，在刘亚娥第一次出轨时，他压抑着心中的怒火，选择了协议离婚。离婚后，两人本应各自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他们却选择了离婚不离家这种并不正常的生活方式。赵伟峰继续肩负着养家的责任，而当他内心的底线被再次触碰时，怒火突破了理智的防线，就这样，悲剧发生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